明面又来了，今天依旧放一整瓶酱。都说我这个面是不是假的，你们看这像假的吗？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哎，刚才挤一半来个电话，都挤里给他，都闻见这个辣味了。没有了啊，我去，太过瘾了！哎呀，这颜色太棒了！暂停一下，我摆个封面啊，放一整瓶酱的火鸡面啊，这一整瓶都倒里了。哎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搂进去，试试吧。今天吃一个韩式拌饭啊，用咱家这个火鸡面酱拌。我刚才已经挤了一点了，然后把这些都挤里。你们在家拌不要挤我这么多啊，我这是爆辣特辣的。啊，这股辣味儿不够辣，我再来点魔鬼辣椒面。哦，这是魔鬼辣的，然后给它搅拌一下。火鸡面酱就这么拌就老好吃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拌好了啊，开炫。哎呀，这回够味了，太辣了。太有食欲了，眼泪都要辣出来了。
鼻涕下来了。